今天的现场，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与各位嘉宾和媒体朋友们共同见证这个充满创意与象征意义的美好瞬间。比别的商家好吃多了，确实不错。有请孙宇晨先生。我们也相信贵的香蕉不仅仅是一象征性的行为，与此同时更是对当代艺术和文化。左边两排摄像机，孙宇晨先生不仅是波场创的创始人，也是加密文化的先锋。各位，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的关注与报道，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创新和艺术上的突破。往前一点，紧张。好，看一眼，我这里 ，OK。好，看一下我这。